仲有一个人，佢已经离开咗天面，但系佢仍然系最好嘅刺客。荆轲，亦只有荆轲能够完成呢件事。喂，有啲咩事只系荆轲先做得到啊？我哋喺度讲紧荆轲系我哋喺天下间所见过嘅武功最厉害嘅人。武功强弱仲系其次，最重要嘅系佢够冷静，够执着。有啲咩事瞒住我啊？我一定会知道嘅。对不住，我帮不到你。我知道你是一个最好的刺客，我亦知道你已经退出了，但是我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更加不是为了权利，我是为了天下所有的人请你出来的。这件事与我无关。你知道我要杀哪个吗？我要杀的是嬴政。只要杀了嬴政，这个世界就会减少杀戮，减少生灵涂炭。荆轲，我知道你曾经杀过无数咁多人，但系呢次你只要再杀一个人，再杀一个人就可以改变呢个世界，你点解唔做呢？杀死一个嬴政，仲会有另一个嬴政出现嘅。我会阻止另一个嬴政再出现，咁样你将会系下一个嬴政，或者我会系下一个嬴政，但系我绝对唔会好似佢咁残暴，我唔会杀害俘虏，我唔会杀害妇女同埋婴儿。咁系因为你冇能力做到呢一切，荆轲，我求你啊！荆轲呢个名已经唔存在，我叫阿兴。我哥哥同你讲咗啲乜嘢啊？佢冇话你知咩？当然有啦，只不过我想听你亲口讲啫。我哋讲嘅都系一样。
你到底讲定唔讲啊？应该讲嘅都已经讲晒，你仲唔走？唔好以为你唔讲我就唔知道。参见丞相。大王，请你看看，楚国遭受天灾，来年军队粮食供给肯定会出现困难，而我大秦风调雨顺，最近由郑国收的河渠灌溉了我数十万亩良田。大王，大王，统一大计的步伐已经锐不可挡了，我们可以正式地进攻燕国了。统一之后，我要收缴所有的兵器，等这个世上再没有刀兵之声，要令所有的百姓都能够过最平静的生活。我们一定要继续以法治国，我要用武力改变这个世界。诸侯是混乱的根源，从此以后再不会有诸侯了。天下间只有一个王，一种文字。王之新城已经到了逆水对岸，说不定大燕明天就会完了。真的没有其他的人选了吗？没有人比他更合适的了。但是这个荆轭真的很固执啊。已经决定的事根本就很难改变。田先生，你能不能够亲自去劝下荆轭，说不定他会回心转意呢？我已经答应过给他平静。我知道，对一个男人来说，答应过人家的事是很难反悔的。田先生，我求下你帮下我，如果你不帮我的话，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都会是徒劳。田先生，请你看着我大燕千千万万百姓的份上，帮下我大燕啊。不得的话，大不了我回去秦国等父王向秦王称臣，过一日得一日啊！我去。咩话？我去见荆轭。田先生，多谢你。田先生，荆轭唔理要几多钱，我都可以俾佢；唔理佢要几大嘅城池，我都可以送俾佢；唔理佢要几大嘅官，我都可以封佢。权利、金钱，仲有土地，都唔系荆轭喜欢嘅嘢。咁佢要乜嘢？荆轭已经拥有咗二。他什么都不缺少。可惜我不是他的朋友。但是你亦不是他的敌人。
你要记住，如果经我真系答应咗嘅，我希望你唔好当佢系刺客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当佢系我最好嘅朋友。朋友在精不在多，你如果能够拥有好似京柯咁样嘅朋友，你永远都唔会后悔。有啲时候，人就同一片片树叶一样，唔知道自己最终会落喺边度。每一片树叶都会有一个自己嘅归宿。土地就是落叶最好的选择。还记不记得那阵时我是怎样跟你说？你说你要改变这个黑暗的年代。我们的确杀了很多人，但是这个年代并没有什么改变。或者那个时候我错了。你终于承认是一件错误的事。其实我不应该杀那些人，只杀一个就可以了。你可以去杀。但是我已经没了你。你知道没了京柯，田光就不再是以前的田光。有没有田光，京柯都不再是以前的京柯。那你说我知道京柯怎样才能够回到以前的京柯？这样已经没办法了。敬我已经变回原来的阿庆。田光还想给你看一样东西。已经没用了，什么都改变不了我。敬我，这把剑跟了我好多年，我用它杀过好多人。我田光想刺杀嬴政，但是田光没有这个能力。我无数次幻想过死亡，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有一日会死在自己的剑下。你想做什么？我还是不是你的朋友？我田光始终都仲系京柯嘅朋友，我只想你答应我，我田光做唔到嘅事，希望你京柯你完成。为咗天下嘅人，杀死嬴政。你还未看清这个年代是一个罪恶的年代，只有以暴制暴，而我的目的就是要铲除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坏人。其实你这样不是善良，你是在逃避。你躲在那个其实什么地方一样，如果其他人都好像你这样，那就不会有刺客，就不会有合适。这个世上的坏人只会更多，而且亦会更黑暗。有时候杀人比被杀仲痛苦。点解唔系我被杀？人生并没有给太多选择的机会你。
温系，温系，呢只蜻蜓一定可以，可以保佑你，保佑你平安。温系，温系，温系。办法说服到你，但系估唔到系咁样嘅办法。我宁愿唔刺杀秦王，都唔愿田先生就咁样离开。其实你并唔系一个只顾自己嘅人，其实你系一个真正嘅男人。我误会咗你。真正嘅男人已经死了。我有几多时间准备？你准备咩时候刺杀秦王？田先生唔喺度。我哋仲有希望咩？呢个唔系答案。我需要一把兵刃。乜嘢兵刃？铸剑大师徐夫人铸造嘅匕首，佢会系天下间最好嘅武器。太子，找他做什么？你不要问了，尽快找到徐夫人，越快越好。哦，是。大王，一切已经准备就绪，避暑宫随时可以建造。唉，现在做这些事还有什么用啊？算数啦。大王，那太子殿下求见。好，俾佢入嚟啦。臣告退。二臣向父皇请安。快啲起身啦！呢几日寡人都冇见过你。而家秦兵兵临城下，二臣正喺度谂紧退敌之策。唉。这个时候还想什么退兵之策啊？二
义臣想同秦王求和。求和？你几时开始想求和噶？我是为了大燕百姓，为了天下百姓。你想将边块地送俾秦国啊？督抗的十五座城池。咩话？督抗地区？嗰度系我大燕最富庶嘅地区，送俾秦国，咁点得噶？咁我哋大燕点算啊？既然要向秦王求和，就要摆出我哋嘅诚意。你唔求和就算啦，一求和就想攞寡人嘅命啊！唔得，咁绝对唔得。父王，你系唔系挪用过一笔军费啊？边个讲你知？到底有冇？咁同求和有咩关系啊？呢个时候，父王挪用军费，恐怕会令我大燕将士心寒啊！算啦，你系太子，呢个大燕迟早都系你嘅，你中意点做就点做啦。燕国终于来求和了咩？大王，燕国此时求和恐怕……哼，他们只是嘴上求和，并没有送上督抗的地图。其实本王心里都明白，他们是故意拖延时间，而且范乌旗都没有送上来，这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诚意。如果真的能够送上督抗的地图，反而悭了我们不少功夫。大王，千祈不能够相信燕国人，都是速战速决，被王翦将军攻燕啊！哼，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，寡人反而想看看这个燕国到底想做点乜嘢。太子，嗯，我哋已经查到徐夫人的下落啦。真嘅？真嘅。我一定要去见徐夫人。呢件事交俾一啲武功高手就得啦。细个嘅时候一直想得到徐夫人嘅剑，但系佢唔会轻易帮人铸剑。我觉得自己去比较妥当。咁我再同你揾一啲帮手。唔好，我自己一个人去就得啦。一个人？系。你又再住多几日添啦，吓！好好，下次再嚟啊，慢行喎、啊，好声行啊！诶、哎，刘品能有冇地方啊？啊？啊，有，嚟啦，听下我里边啦、啊。好。刘品能，诶、哎，今日我想食。哎呦，今日想食啲乜嘢？想食。外面的鸽，哎呀，这位大哥，这鸽呢是我们家小孩的命根来的，如果你吃了它的话，你就是拿了我的仔条命的。哎呀，这把小嘴真是甜了。哎呀，如果你要杀了这鸽的，那不如你去杀了我的仔吧，是不是？来来来来，饮饮饮，大家慢慢饮下。好。梁生要出去一排，不知道要几多日才回来的。我现在送你去人家那里住一段日子，记住啊，一定要听人家的说话。你这个蠢材啊，听得明就要点头嘛，你知不知点头的？孙头，梁生不在你的身边，你一定要听话，哈、啊。
咁就乖啦。如果每一日都可以听到你弹琴，咁就好啦。我每日都喺度为你弹琴。只要听到你嘅琴声，我嘅内心就唔会再空虚啦。有咗音乐，边个嘅心都唔会空虚。占尼啊，我哋离开呢一度啦。去边度？去齐国，或者去楚国。我哋离得越远越好，但系我哋系燕国人。系啊，我哋系燕国人。你忘记咗你嘅使命啦咩？属下冇忘记。你唔好忘记，你而家嘅一切系边个俾你？属下一直牢记于心。我相信你，因为呢一切都系你自己选择。你将为一个最好嘅奸细，相信我，秦国人都唔会亏待你。我唔可以杀佢。咁你知道后果啦。属下知道。你仲系喺度发梦，记住，一个人。尤其是一个奸细，根本不能够发一些无谓的梦。你应该明白怎么做。属下明白。起仗，你开门先啦。占尼，你走啦。起仗，你点解要避开我啊？唔通你真系咁狠心咩？呢七年里面，我走遍七个国家，每一日我都喺度幻想可以喺某一个地方再遇见你。七年后嘅今日，
我哋终于又再相遇啦。我占莉，我求下你，你忘记我啦。七年前你给过我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，而你就不辞而别。我知道你想我忘记你，我也曾经试过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我对你的思念不单止没有减弱，反而越来越深。这七年来我才明白，你是我值得一世去珍惜的人。起着，占莉，我哋系唔会幸福噶。你哋系走啦。幸福系我哋自己创造嘅，只要你跟住我，我一定俾你幸福。佢系我嘅仔，亦系你嘅仔。过去的七年似乎一下子就融化在现在的这一瞬间。我对不住你，要你等了七年。其实这七年我不仅只是等你，我还在等我自己，等待一个在七年的经历中渐渐成熟的自己。为什么你不问一下我，当年为了什么不辞而别的？我想你一定是有你自己的理由。你真的相信我？嗯。我只想问你，还会不会再一次离开我？我不知道。那你不爱我了吗？爱。做了什么事是爱情改变不了的？我不知道你了解了我之后会不会还是这么爱我。不理你以前是怎样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你的记忆里面只会出现幸福两个字。又要走了吗？我已经拥有了世间上最值得拥有的东西，我现在应该走了。一定要走吗？占莉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值得你去爱。你应该找一个更加年轻、更漂亮的女仔。我想你一定可以的。我要的不是年轻和漂亮，
我要嘅系爱。起着，喺我眼里面冇任何嘢比你更重要。我明白。咁你点解仲要走啊？系我内心，就是因为你更重要，所以我先至离开。我相信你，我会等你的。不过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再回来。我会在这里等你，就算再等七年。那我一定回来。一定。一定。因为在这个世上最值得我留恋的就是你。老板娘，嚟啦嚟啦！老板娘，嚟啦！啊，客官，快啲俾间上房我。哦，好，请上楼啦。来了，姑娘，你是来给一间最好的上房我。你来来来来，哦，好好好，快点请入来。冇样，我怎会在这里的？昨晚那间店是黑店。他们没怎样对付我嘛。你回去吧。
我唔翻去。诶、欸，点解得你一个人噶？陈美人咧？佢失踪咗。就喺嗰间黑店度。系，你去边啊？去揾佢啊！秦武阳嘅失踪同嗰间黑店冇关系。你呢个人真系奇怪啊！啱啱先讲完嗰间系黑店，而家又话秦武阳失踪同佢哋冇关系，咁到底系咩事啊？我哋俾人跟踪。边个啊？边个跟踪我哋啊？我发现唔到嘅。翻去啦，江湖上嘅危险你唔识噶啦。边个话我唔识啊？阿爹教你弹琴。